我觉得我的车好用了以后，我就给他们尝试嘛，跟他们分享。这个充电桩我们是马斯克亲自签名的，我们村有两台。最大的困难当时就是充电。特斯拉帮我们做了一次宣传以后报道以后啊，来到村中旅游的人就越来越多。始终没有回去了。我们想依托特斯拉的品牌，加上泥州河大峡谷的旅游开发，和村民互动，让他们走向更富裕和幸福的生活。